一整栋楼全部装了。看你出资要交给岳主去了。你这都是岳出的。岳主如果再给钱。明白明白，那约走吧。两点钟，不行啊，都是习以为常。直接下去那咱门上玻璃破破花的，紧不起都响了半天。这个这也办，那也办啊！你家是乞丐吗？这也能办啊？纹金头啊，刀银啊，都摆开没有？人都走，人都摆，为什么就你？不是你，我家纯金头的那么多摆开了，都搞，你自己看，都会搞，就你了，哪里都摆的呢？摆的，什么乱七八糟嘛？哪里都摆的呢？你看一下前面那个灯都还亮着呢。大声跟我讲话。哪里是什么？他走一走，他走一走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他走一走。没这么慢，没这么慢，马上就走，他走马上就走。走走啊，马上就走。有一部分啊，只要一个队伍完结，爷爷。好，有一点。一件乱爷爷我们倒做点小生意了，就说今天晚上摆了，明天不来就可以了。你还闹够？哎呀，我拍什么？你长得好看，我要拍了，我已经拍到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边有没有，全都是大梁一壶吧？动手动脚干嘛？我有动手吗？你刚刚动他了，拍到没？我只看了一下，哎，人家这个牌牌，我有什么？人家执法有要有两名以上的人员来可以执法。身份证件拿出来，你拿出来我就走。文件是不是应该要拿出来？看一下城管，你看都没有戴安全头盔，你看也没有马，也没有那个车牌。来，还有城管在哪里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快快开过去。你看头盔在哪里？牌照在哪里？来，认识一下，这个也是，不要动。来，特别是你，我也不抓你了。都没头盔也没拍照，好的，你们得罪人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我知道你干什么。我如果不把你这个店搞倒闭，我是你养的。好了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。你不要对着我吼，我们是按正常来走的。你不要跟我按不按正常？你们这什么服务态度啊？你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你不用跟我们说，你去跟老板说，我们也不是老板，这个你可以大可以找老板。我不管你老板是陈波还是谁，那没关系，你可以找陈波。我不管你嘴，我你只要嘴巴硬。我们没有嘴巴硬，这个你可以找陈波的，谁都可以的。那你不相信，我就把你老板调出来，好吧？不信我就给你信一次。小陈，你查一下这个门牌号的这个法人是谁？龙袍路324号，我发给你。你看这房子。什么态度？你们这个，你信不信我开单子给你罚？我罚死你！我随随便便我给你找毛病，我给店给你查封。你要不要发加我微信？发一下我朋友圈，我发给你看好不好？要不要给你开单子？要不要给你开单子？直升机坠落了啊！
刚才在天上砰的一声巨响，太吓人了啊！小摇湾这个地方确实是在进不进去，现在正在核实，应该后期有一个官方会发布啊。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，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